好，陈氏太极拳十三式，第一招太极起势。首先呢，两手放在两腿的外侧，两脚并拢，脚尖可以微微外摆啊，也可以不外摆，角度可以自己调整一下。然后屈膝松胯，把重心落在右脚上，提左脚，开半步，脚尖先着地，与肩同宽。两手微微的从外侧拉与肩同高，然后再往下按，按到自己的丹田肚脐眼下三指的位置，太极起势就结束了。我们再做一个反面的，首先屈膝松胯，重心落在右腿，提左脚，开半步与肩同宽，双手拉于肩同高，慢慢的往下按，按到自己的丹田肚脐眼下三指，起势结束。好，我们做第二招金刚倒对。起势做完了之后，第二招金刚倒对，重心先向右移动到右腿来，双手往左上方捧出来，左手朝外卷，右手朝里卷，然后重心往左移，双手换掌方向，左手朝里卷，右手朝外卷，转腰摆右脚尖，双手拉于身体右前方，移重心到右腿，提左脚，开左步，斜侧方45度，脚跟先着地，然后重心往左移，双手往下捋，撩左掌手背朝外，上右步脚尖着地，左手搭于右手前臂上方，穿右掌打对方咽喉，握右拳，右拳砸于左手掌心，同时提右拳提右腿，上打咽喉下提裆，落地砸拳，两脚距离呢与肩同宽，右手拳呢是全背砸于左手掌心。第二招金刚倒对就结束了。我们做一个背面的，一，重心往右移，双手往左上方捧出来；二，重心往左移，转腰摆右脚尖；三，移重心到右腿，提左脚，开左步，重心往左移，左手撩掌手背朝外，上右步脚尖点地，左手搭于右手前臂上方，穿掌握右拳，收于左手掌心，同时提右拳提右腿，落地砸拳，重心还在左腿不变，两脚与肩同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第三招，第三招白鹅亮翅。金刚倒对做完了，第三招白鹅亮翅，重心现在还在左腿，重心往右腿移，穿右掌，双手打开画太极，然后摆左脚脚尖，双手上下合掌，左手搭在右手手腕上臂手腕上方，双手掌心朝上，提右腿，开右步，移重心到右腿来，收左脚脚尖着地，右手朝上打开，左手朝下按，白鹅亮翅结束。好，我们做一个反面的，白鹅亮翅，重心往右移，穿右掌，双手打开，摆左脚，上右步，开步脚跟着地，双手上下相合，掌心朝上，移重心到右腿，收左脚尖点地，双手打开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白鹅亮翅结束。好，第四招斜行，白鹅亮翅做完，现在重心在右腿，一的时候转腰，右手朝里按，朝里打啊，二，转腰，左手朝里打，右手朝下按，同时提左脚，开左步斜侧方45度，右手画弧合于右耳根，左手按于右胸口，重心往左移，
左手往下捋，过了膝盖之后捏成勾手拉起来，右手从右耳朵推出来朝右打开，重心在左腿，右腿膝盖微微外撑，身体调正，斜行结束。接下来眼手弓拳，勾手变掌，重心往右移，双手朝右上方接手，二，双手往下捋，移重心到左腿，提右拳，提右腿提起来，左手外推，然后落地，开左步斜侧方45度，左手盖于右手拳上方，重心往左移，双手打开，重心往右移，右手握拳收于右腰间，左手掌心朝上，移重心到左腿，把右拳打出去，左手变肘向后击，眼手弓拳就结束了。下一招高探马，左手朝前推，右手拳变掌朝下捋，重心往右移，右手翻掌心朝上合于右耳根，左手也翻掌心朝上，然后退左步脚尖着地，勾右脚尖，重心往右腿移，左脚脚尖抬起来变虚步，右手推出去，左手收于丹田，掌心朝上。接下来右擦脚，左手去接右手，双手掌心朝右，二，转腰，双手往下捋，放于自己的丹田位置，提左手和左脚上盖步，脚跟着地，双手上下相合，重心微微下沉，双手下按，站起来之后双手从头顶上方打下来，右手打右脚脚面，右擦脚结束，然后上右步斜侧方45度，双手再上下相合，重心往右移，左脚变虚步，再微微下沉，再双手从头顶上方盖下来，左手打左脚面，左右擦脚结束，退左步，勾右脚脚尖，双手交叉在丹田前方，直接握拳，提拳踢左腿，双拳平击，左腿外蹬，左蹬一根结束。接下来云手，左脚落地，双手朝右接手，一，叉步，双手朝左捋，二，一重心，开步，双手朝右捋，三，一重心，叉步，云手结束，转身当头炮，重心落在右脚，摆左脚，双手拉于肩同高，翻转，重心往左脚移，摆右脚，脚尖翘起来，转腰带过来，然后双手朝左前方捧出来，提右腿向后撤步，双手往后捋，握拳于右腰间，移重心蹬出去，双拳平击于胸前，当头炮结束。再接金刚倒对，拳变掌，朝右后方接手后捋，再往下捋，往前撩掌，上右步脚尖点地，左手搭于右手前臂，穿掌，握拳下沉，提右拳提右腿，落地砸拳，收势双手拉开，按下来，放于两腿外侧，最后收左脚，恢复到起势状态，太极13式就练完了，谢谢大家。